所以大约你对我也没有一点喜欢。当然喜欢。我觉得你今天发起疯来的样子还蛮可爱的。我倒觉得你比较想和我。我男友今天演得不错。那必须，我可是贡献了影后级的演技。哎，嗯，你是不是喜欢上我？没有。那你脸怎么那么红？没有。去哪？去睡觉。啊，走吧。这是耳药，要放出去的。你现在是越来越能喝了。还真是，多亏了你帮我治疗。别人家把你当员工，你却以为在谈恋爱，你心里的答案还要靠你自己找。江璐，所以你当时找上我是因为看中我的能力。嗯。所以大约你对我也没有一点喜欢。当然喜欢。行，那我就为老板赴汤蹈火。老板对员工的那种喜欢，我居然学会撒谎。那你是不是喜欢上我？当然没有。刘阿姨，我们一起加油，做出花月夜，还你自由。刘阿姨，你撒谎了。今天出门吗？嗯，我今天突然来了一点灵感，你得加班。老板，今天周末。刘助理，现在危急关头，没周末。哦，是吗？嗯，那我请一天假，扣工资好了。
需要我陪你吗？我说，如果你需要的话。不需要。最新消息，林思乔确定出席。刘亚丽，冲！哎，你确定吗？我今天没事，你要是求我的话，我可以考虑陪你去的。你不是来灵感了吗？那你就搁家待着呗。老板，你还记得那条黑色的裙子吗？你觉得怎么样啊？难看死了。咦，啊，我看天气预报说今天刮大风，你要不别出门了吧？说不定还有沙尘暴，这样你回来怎么打车？是吗？你怎么走路没声音啊？挺灵活。飞身怎么样？还行，就是有点不太像。行，那就这条了，走了，拜拜。哎，别穿高跟鞋。刘阿姨，嗨，到了吗？你没出什么事吧？没出什么事儿啊，就是遇到个老朋友，马上到了。什么朋友啊？你确定不要我陪你吗？你在哪里啊？怎么风声这么大？哦，我在阳台。我就说今天风很大吧。嗯。哦。那个，没事，先挂了啊。哦。哎，那个鞋多少钱？一会儿转给你。赶紧走吧，要不然同学们该等急了。如果这鞋不合脚，你扶着我。没事。啊。哟，买新鞋了。买新鞋怎么了？鞋坏了可以修，干嘛买新的？你怎么知道我鞋坏了？陈小法说的，说你那个学长也在。鞋子就是他买的，还挺合脚的。哼，难怪审美那么差。你审美好，你买这么个灯啊？这灯怎么不好看了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他肯定没安什么好心，不信你等着。喂，学长，明天，明天白天我应该可以，晚上好像还有点事情。行，那就明天学校见吧。嗯，晚安。